细个嘅时候，总有啲自己中意嘅嘢，无论几难，睇落有几复杂，只要肯花心机同时间，最后总会做得到。可能系兴趣，再加啲天分啦。只要揾啱方向，努力学好最新嘅专业知识同技术，配合互动嘅学习模式，打好基础，去到企业实习，做到工作经验之余，仲学识解决唔同问题，咁先可以走得更远。每个人嘅路都系自己一步步行出嚟。只要追随兴趣，发挥专长，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实现理想。